这边是 Morris House 健身房，可以看到很大这个健身房，这个在住北校区附近的这么一家公寓，全新的，咱们2013年9月才会开放第一批学生来入住，非常新啊。然后它健身房的设施，相对来说也都是很专业的这种设施，力量训练的这些，然后划船机啊。是单车，看看这是跑步机，两台跑步机，这个很高科技的跑步机。